么不开心了？我的铅笔盒都坏了。我看看。哎呀，宝贝，你的铅笔盒都怎么成这样的了？这都烂了，你看这里面都成这样的了。哎呀，妈妈再给你买一个新的好不好呀？好。那买一个艾莎公主的好不好？我不喜欢艾莎。那买一个奥特曼的。我不喜欢奥特曼。也不喜欢奥特曼呀，那买一个蜘蛛侠的。我也不喜欢蜘蛛侠。那你喜欢什么呀？哦，我知道宝贝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了。噔噔噔噔。哇，马拉蒂库拉米。你是不是喜欢这种的呀？库拉米，我不喜欢马拉蒂。这个我给姐姐好不好呀？把你的铅笔，还有你的尺子，还有你的橡皮都放到这个里面去。你看这个盒子的容量好大呀！你看一共有两层，是不是？这里也可以放，这里也可以放。哇，好漂亮呀！看到了没有啊？好漂亮的盒子呀！还有个尺子也放进去，给你。我把这个呀给姐姐送去，看看姐姐喜不喜欢呀？行不行？姐姐肯定喜欢，是不是？我拿去给大宝，又给他买了个新的铅笔盒，看他是什么反应呀？哎，大宝，你别写了，你看妈妈给你买了个什么？铅笔盒。对，这不是你最喜欢的，这个美乐蒂的铅笔盒吗？是不是？你看里边的容量特别大，还能放好多的东西。这里是放铅笔。放铅笔的是不是？放圆珠笔的，你把你的那个东西，尺子呀，什么乱乱糟糟的，那一堆都装不了的，你可以都装在里边。那里边的容量特别大，好漂亮呀。后面还有是不是？好几层呢。装吧，喜欢吗？我